是在追逐命中局，谁反复运气出，内贺太师旗开得胜，朕特于今日酉时二刻在宫中设宴。人生诀，狼烟无十则剑，一笔书。你不用管我了，先回寝宫歇息去吧。谁胸怀万里雄图，却作茧自缚，谁声色不善摆龙于府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难道还有人敢多阻？谁渡江山穿花焦土，最后谁才能不负满目无情的付出。爱恨盼欢祸之主，到头都尽苦，有过希望八方风雨，又何妨在乎。我必须变强，强大到让所有人都臣服于我。索性将手中府兵交回，朝廷自会同意。扬州的军权守定，他以为他平凡有功，他以为他现在可以取代朕了。以后羽翼丰满了，他会要朕的命。棋盘如天幕，棋子如星辰，一颗小小的星星便可撼动全局。人我是在追杀了他命中局，你说他们要浪费我多少？他动手了没有？封不住臣无数人生绝狼烟雾，千军万马都杀不了的一代枭雄，那怎是我一个弱女子可以轻易杀得了？失败了，是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明日那条路，你可愿随我一起走？若你偏爱我，我们天天见面好不好？啊，我答应你。待你不薄，你下手杀我娘亲，你我母族又可曾有过一丝心慈手感？恭贺新帝登基，恭喜新帝。请太师把调兵虎符归于圣上。先君宽纵，这是大权旁落，诸位越级代庖，莫非连君臣之道也给忘了？为政清明，臣是得要交还虎符才行。作为天地，权力制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就仗着我喜欢你，我们这么久的情投意合，说算不算？对你来说，美好的回忆，也许对我而言，只是噩梦吧。我宇文护出兵，从不言败。这种蠢事，我不会再做第二次。如此甚好。